来吧，兄弟们，今天咱们带上火钳，来到小溪这边抓货。你们看，现在天气暖和了，许多小乌龟都出来晒太阳了。这边有个火焰龟，哇，在这个石头下面有个螃蟹，这个螃蟹还挺大的，你们看。只不过是假的，要是真的的话就好了，都可以吃一顿了。我们再跟着前面去寻找。哇，你们看，在这里有两条粉红色的鲶鱼，这肯定是两条情侣的鲶鱼，搁浅在这里了。太骗人了，这两条鲶鱼。这两条鲶鱼就不把它带走了，等它在这里吧。我们再跟着上游去寻找，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哇，你们看，在这边发现了一个甲鱼，哇，跑得好快，这个甲鱼肯定是出来觅食了。你们看，一个大甲鱼，直接带走，应该有个两斤左右。我们再跟着前面去寻找，你们看，在这个石头下面有个乌龟，这个乌龟好大，应该有个两三斤。稍后咱们开启直播，就在这小溪这边抓获，资源特别好的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